我们老师来带来精彩的演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二胡手芭比一样带来我们精彩的演出演奏哦。当然，不怕掉咱家好朋友，多过一个轻松愉快，咱的暗淡时刻，共同来参与到咱这次吼，咱的配天桥，咱的年终感谢联谊餐会，再次感谢掉咱所在在咱家好朋友一同来跟咱做参与哦。好，来，赶紧介绍我们二胡老师，以及我们的长笛手莹莹。古典风格的曲调，对对对，没有错，是不一样的曲调，对，不一样的音乐，对，哇，要送给大家。